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啊，我发了几期关于济南市护城河的视频，因为护城河啊，它的水源全部来自泉水，所以护城河啊非常的美丽，因而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好奇。于是啊，有的朋友啊就私信于我，问我护城河的泉水它的来源和出处。今天我就带着这些朋友他的疑问再次来到护城河。今天我们就探访一下护城河水的来源和出处。好，下面就请大家随着我啊，一同来探访、分享护城河沿岸的名泉。现在我就沿着护城河畔继续向前走。大家现在看到的，这就是护城河沿岸。继续往前走啊，这里集中了护城河畔的许许多多的名泉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去看一下，这是白石泉。让我们走近去看一下。大家现在看到的，这就是位于护城河畔的白石泉。这个白石泉出现的比较晚，也就是到了乾隆59年，也就是1794年这年的春夏之交，天大旱，山东的布政使江南主持疏陵河道，于是就发现了这个泉字。因为白石泉周边有许许多多的山石，所以就给它起了一个白石泉。这个泉水非常的甘甜，平常百姓都来这里灌水，灌水的人非常多。今天灌水的人相对较少，看这个白石泉非常的漂亮，也非常的美，水流量也非常的大。看，是不是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漂亮？好，让我们继续沿着护城河岸向前走，来分享护城河畔的名泉。现在大家看到的，这就是济南市的护城河。从这里一眼望去，护城河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墨山水画，而且这个画卷十分的美。说起护城河还有一段往事，这段往事不堪回首。因为济南是泉城，泉城的灵魂在于水，在于泉水，所以那一段时期济南市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，地下水源大量的减少，再加上老天它的给水也偏少，所以造成了济南市的
大多的泉水包括趵突泉、黑虎泉的断流断喷，给济南市的市容市貌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。后来经过政府和百姓的多方努力，保全十分成功，最终形成了今天美丽的壮观的场面。现在每天的喷涌量都处在一个高位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向前走，来分享一下护城河畔的名泉。继续向前走啊，这就是72名泉中著名的黑虎泉。黑虎泉这个名字说起来它非常早，源于金代。之所以叫它黑虎泉呢，就是因为在这个岸上有一个黑虎庙，所以也叫黑虎泉。也有的说呢，是水急注石深入虎啸，也就是说喷涌出来的水深入虎啸，而得名黑虎泉。这个黑虎泉每天的喷涌水非常之大，能达到日喷涌4.1万立方米，它喷涌的水仅仅次于趵突泉。大家看一下，原来这个黑虎泉这里有一个洞，在这个洞里呢，大量的水喷涌出来，就泄到这个三个虎头当中。现在这里已经被保护了起来。原来小的时候来到这里，经常看看这个洞里的水。看，这就是黑虎泉，上面呢写着黑虎啸月。这一片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了，这一段也是非常美的一段护城河畔。说起黑虎泉的三个虎头，其实在清末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虎头，只是到了1931年开始整治护城河畔的这些名泉，在这里才增加了两个，形成了今天的三个老虎头。大家可以看一下黑虎泉内喷出来的水非常的清澈，北边它在流往护城河的时候，这里形成了一个水帘。看，形成了一个水帘，下泄的这个水非常大非常大。所以我刚才说了，它每天的喷涌量呢达到了4.1万立方米，所以喷出来的水非常多。大家在这跟前就可以听到喷涌的水卷起了层层的浪花，动人心魄。而且它喷涌出来的水呢
特别是夜间，远远处便听到声入虎吼，大家可以听一听，非常的震撼，非常的震撼。这就是护城河畔的黑虎泉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向前走，来分享护城河畔的济南市名泉。这就是位于护城河畔的黑虎泉一侧的雕塑老虎，看看，非常的夸张，非常的逼真，非常好。好，让我们继续向前分享护城河畔的济南市名泉。现在大家看到的，这就是位于黑虎泉东侧的玛瑙泉。这个玛瑙泉啊，就是泉眼它所喷涌的时候喷出来许许多多的水泡，太阳一照犹如玛瑙，非常好看，所以这呢也称为玛瑙泉。而且它的水呢也全部泄入到护城河，看，这就是玛瑙泉。大家看到的这个对岸，这就是刚才从我拍摄的角度看不到的玛瑙泉的泄水处，看，非常美。现在大家看到的，这里就是琵琶泉，看，一个古代的侍女弹着琵琶，它的下方就是琵琶泉，因为它水声淙淙，犹如琵琶扬韵而得名。这里的水啊非常的清澈，这水呢也泻往护城河，它的上方呢，这里就是琵琶桥。如果啊在静的时候站在琵琶桥上听琵琶泉泄入护城河的泉水的泉声，真是别有风趣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琵琶泉的雕刻塑像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与大家共同分享了护城河畔的济南市名泉。今天与大家分享啊，主要是以解部分朋友的心中之惑，但愿我的分享能够使你满意。在小视频分享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起了《泉水叮咚》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共同来分享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再见。